你都来东北7年了，这天还没适应呢？今天多暖和呢，才零下17度。你瞅瞅这小样啊！我去，啊，着了，着了，着了！那你嘚瑟没事，出去玩，冻成给你冻的，啊？咦，他怎么这样？嗯？我闻到味道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我操！你烤火，你烤得太凶了吧！我咋地了？你是冻的？冷的天，这么小孩给抱出来了，哎呀，这个真好玩。德福，邓德福，你怎么的了？啊？快走吧，回家吧。啊，你是不是冻脚呀，宝贝？果然，你看，哎呀，拿弄给。啊，小萝莉会包裹。你的舌头咋了？你的舌头被冻住了。你的舌头被冻住了吗？我看看，我看看你的舌头。哎呦，冻上了！啊？你的舌头怎么冻上了？让你往老外吐，让你老外吐。你看，舌头冻上了怎么办？吉林，我们这天冷不冷？哎呀，穿貂，定做的是吗？定做的。那这个衣服做下多少钱？2000。哎呀妈，比人都强啊！狗哥，你是有多冷啊？麻烦火烧屁股了，快起来了！我们家的狗快冷死了，给它穿开衣服，给它穿完衣服不动了，干不干？哇，妈的，回车在地磕炉子。去两步了，你这都不敢走了。过来，刚刚，好，给你。
我这大雪，哎呀妈呀！这雪真是，哎，啥玩意儿？不听了。